哥，你要吃啥？热干面。牛肉热干面。热干面。4月9日，李现工作室晒出李现在街边处摘下口罩吃热干面的视频。接地气的李现变身吃播博主，李现一边吃一边一个劲儿地说着热干面、牛肉热干面，还有蛋酒。看他狼吞虎咽吃的也太香了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手里热干面的香气。对此，网友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评论哦。有一点点凉了，但是其实味道还不错。我尝一口来，还有豆皮。对，麻酱。对。眼睛闭上屋，吃那碗碗面，可是非常奇怪，心脏进了鸟。他们总是说我平时吃太多，但是人家真的容易饿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就真的好了，但是人家真的。